旋转吧，小人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ISS Family， 我们又到了花莲来旅游喽。今天晚上呢就要入住这里啦，旋转吧，小人国溜滑梯民宿。听说它的溜滑梯超棒的，跟着我去看看环境跟房间吧，出发就。这个是个电梯民宿哦，然后你看它的花墙超漂亮的，可以在这里拍照当纪念。噔噔噔噔，然后呢，电梯来了，上楼上楼。我到了三楼，这里超美的耶！先到哪个房间看看呢？这边好了，这边有积木，这里有一个小小游戏室哦。哇，等一下小朋友来一定玩超开心的。这间房间好像是个城堡哎，你看它外面有城堡图形，我们先来看看，也太粉嫩了吧！粉红公主房，对，好可爱的房间哦。帐篷哎，对，哇，里面还有小玩具哎，我觉得这种很适合小小孩来哎，当然比较幼稚一点的大小孩应该也能玩得很开心。有公主梦的感觉都可以了，住在这里感觉好开心，因为它很缤纷。是大人小孩可以分开睡的。天哪，它二楼有一个类似小木屋的一个神秘的空间呢，我们赶快上来看看。他这里就连玩偶也这么可爱耶，你看看，一定要记得多来跟他拍几张照哦。溜滑梯就在这里哦，派你溜下去看看吧 ，Go！ 出发了 ，Go！ 哇，是二楼到三楼的。下来的速度其实比想象中快，而且因为我可能我裤子关系，其实很滑顺，就直接下来哦。胡桃前的屋，请进。这个房间呢，它也是两层的耶，小朋友又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，真的超棒的。这一间呢叫做陶乐斯树屋，是蓝色的哦。对呀，太可爱了。等一下，好像有一个惊喜 party 要开始了哟，是什么呢？其实今天是林迪与安娜的生日，石头鱼丸，他的最爱。好，姐姐也成功了。真的太好玩了，小朋友都躲去哪里了呢？我们去看看吧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玩溜滑梯了。航航第一次坐这个三楼到二楼的超长溜滑梯。
我觉得我下去之后，我说可以就可以走了。玩超多次了，这个超好玩的。下去下去 ，Go Go Go！ 好，强制下去，看一下是不是？好，拜拜。这里真的是小朋友的天堂哎，好多玩具可以玩。好，走，你也先走。弟弟，哦哦哦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！小心！你要干嘛？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够了吗？来，弟弟先走，弟弟走，弟弟我先走。二楼下面可以玩小动物哦，这里还有一只牛哎，好可爱的。他还要送我下来。Hello。这是我吗？出去玩吧。嘿。啊，什么都不中。你在玩什么？真的超好玩的哎！这个旋转吧小人国民宿，它一楼还有这个像夜市一样的打弹珠设施 ，Mandy 啊，投十块有没有？不用，他给你弹珠准备好一大把，你慢慢玩。而且你投中亮灯了之后，那个弹珠还要还给你哦，感觉可以玩很久哎。我想知道我是真笨还是假笨，看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笨。一样吗？接不到。哎，一个，两个，这不好抓吧？好啦，我觉得我是可以哦、喔。他这是不好抓，有点滑，你懂吗？所以我才没抓到。你来这个民宿入住，真的好像不用出去玩了。这里各个角落。各个楼层都有好玩的东西，小朋友根本不知道已经跑到哪里去了。Hello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你分享，也是 Emily，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看小铃铛哦，谢谢大家。